单身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是，我是单身。是的，我单身。对，我单身。是的，我是单身。在家，在家里睡觉。通常都是会约朋友出来喝茶，上网买东西啊，刷淘宝啊。会带我的男朋友出门，然后我的男朋友是我的电话荧幕的 idol。一定很多人是回答说在家咯，我也不例外啊，but是在家里的房间，我自己的小空间度过。都讨厌抱抱，不要边搭电梯边抱来抱去。我最接受不到可能就是在公众场合上那种亲亲抱抱，我觉得很难接受。这样我又没有不喜欢看到的，就看到就 normal 就这样走过吧。别说行为了，他们自己存在的本身就已经够讨厌的了。单身，比较自由点吧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东西。应该单身啦，因为还有一些梦想要去追求。妥当，想要体验一下。想要跟我偶像在一起。我暂时希望是单身啦，因为单身是蛮自由自在的，个人觉得又可以省钱。哎，当然是脱单啦！如果要联络我的话，电话号码在这边哈，自己打哈，谢谢大家哈。没什么好跟他们讲啊，就希望他们幸幸福福哦，就不要一直分手啊那些么子。希望他们快快乐乐幸福。我只是想说，祝你们能幸福长久下去啦。就是想讲他们就好了，因为我男朋友很忙。然后在忙什么呢？他们在忙着开演唱会呢。单身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